sick.双方的首发队员已经登场，泰国队的十二号瓦利沙拉，瓦利沙拉反击后三，他把查亚二直线打中，反击，瓦利沙拉。泰国队防守，这球保护廖飞了。快球没打死，这球李卓雅拍下网了，他过来反击，怕我查一下，有效撑起，这球罚回来了，再给拦网出界，泰国队防守，他把查亚大斜线打中，他把查亚打手得分，巴里沙拉后三打中，好防守，巴里沙拉打手出界，李卓雅后三被拦，可能打得很细微没感觉，泰国队轮次错误。这球差一点。韩国队无功过网，泰国队反击的机会，谭亚鹏打手出击，李智云
太多的机会，保护起来，还有卡利亚特直线起球，哎，没有打手，挑战失败，暂停回来，争起了，拉开，瓦里沙拉这球打中了。五攻球，瓦里沙拉造了一个拦网出击，暂停回来，瓦里沙拉处理直线得分，这球没躲开，上来就罚他，韩亚鹏后三被防起，反击拉开被拦回，还有瓦里沙拉，一传一扳，调整球，韩国队防守，李周雅这个球被蒂姆苏达拦死，瓦利沙拉二号位腰线打，韩亚鹏这球搓心得分，韩亚鹏打，再给花，这球打在界内，瓦利沙拉拐直线得分，瓦利沙拉打穿拦网手，还有这球打标志杆了，25-18，泰国队胜了第二局，局分1-1打平，稍后为您带来第三局的比赛。帕帕查亚打手，一铲撩飞了，李灿
打开，传到边起球了。左心探头了，还有这球保护，上膛防到位了，反击。阿里沙拉打手，这球防回来了。卡利亚拉特起球，瓦里沙拉拐直线得分。韩亚鹏后三轻拍，打手落在界面。拉开，打手出界，十一号谭亚鹏，帕帕查亚，行，到位了，拦回，再给。接球直线防飞了，让你很难受。巴塔拉尔蒂这个球也暂停，后来吊球，他的发球也是不错的。帕帕查亚打手，李周雅，还有这球没配好，拦回，再给，拦出界了。帕帕查亚，这球探头了。这球搓心，这一局比赛的局点。金士兵局末关键分连拿三分啊。瓦里沙拉防得不错，迪布斯达反击，谭亚鹏直线打中。韩国的队长金士兵，这球弹网落在线内，
开了，这球被帕塔拉瓦蒂了，球发的不错，调整球拐直线，泰国队8-7领先。还有再给轻打造打手，韩国队防守，李卓雅打手了，打了也没打死，无功球，反击，拉开，快球没打死，韩国队将比分追平，拉开，哇，直线防守起球了，还有拦回球，帕帕查亚拐直线得分，这球防守拉开，哎，这球防起来了，机会再给唐亚鹏，反击，到位，拦回，巴里沙拉，金士兵调整传球，传了一个探，给金士兵，这球防起来了，巴里沙拉先出了一板，再给他拦回，带球又防守，这球判了4次，将韩国队3-1战胜了泰国队，获得本届U20女子排球赛的季军。全场比赛结束，韩国队以3-1获胜。